Green，开始喽。好，开始。请问这里是开源新手村吗？我好像迷路了。这位带着专长跟热情来开源新手村探索的杰瑞呢，但好像搞不太清楚自己是谁，在哪里，但他能做什么？那这样子看到想要参与又彷徨的人呢，其实大家都有一些经验是。也许在开源会场遇到一些新朋友，或者是曾经的自己，都曾经在想要参与的时候迷惘过。像他这样子的处境，是很多新手接触开源专案会有的状况哦。为了让各个杰瑞从迷航之中找到方向，了解开源专案，还有一些社群运作模式，所以今天呢，我们是想要来做一个所有人的开源桌游——开源新手村。我有顺利换页吗？不好意思。有有有，好，这个新手村呢是游戏中学习，快乐中成长，大家都耳熟能详，就像还蛮有名的那个 Utine 的 Jungle 的桌游一样，希望是可以让不同技能的角色实际参与合作开源专案，然后贡献跟结案的这个实质参与的流程，逐步累积开源贡献值，最后出新手村，然后可以探索开源星球的广大世界。这个游戏里面呢，它会有7个技能类型的角色，以及可以逐步认识30个世界或是在地知名有趣的开源专案，直接用角色参与的方式来进行。所以每一次开场都是全新的开源环境哦。那桌游的示意图大概就长这样，有非常丰富的卡牌游戏。至于那个胖虎就可以忽略它一下。那另外为了就是模拟就是真实的开源状况，其实开放源码、开放资料、开放政府是一个互相争议的开源生态系，那所以我们也建立了开源生态树的机制，是完成某个类型的专案，它就有可能可以给其他相应的专案一样的那个争议 buff 在里面。那回到我们想要做这个桌游的初衷，为什么要建村？其实就是为了推广开源文化专案，打破开源人等于技术人的迷思，然后降低推坑新手还有新手了解开源的一个门槛。所以当大家遇到这种三言两语无法回答的问题的时候，就可以说跟我玩一下桌游就知道了。这是一款给所有人的开源桌游，之后所有的素材都会放上 GitHub 或者是开放的地方，然后社群也可以生出自己的版本。那我们远大的目标是可以让它变成比如说大家一起玩啊，然后校园社课的时候的一个小道具。目前开发进度是到设计阶段。所以莱纳入村哦，我们今天想要找的人呢是设计类型或者是行销类型的人才，可以帮助我们一起完成有趣的卡片框架，然后还有进行一些摆摊或是社群大学社团的试玩推广活动，然后或是想要 debug 啊，或是之后实体聚会的时候可以来一起想要玩的人都可以来找我们，谢谢大家。